先生，您这拿手的好戏是什么？是点穴，还是以穴代针？我听了半天，反正我也不太懂，您讲讲吧。大家都知道针灸的。对呀。针灸呢，就通过针刺穴位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。嗯。咱们呢，就是以指来代替这个针灸扎的这个针。它有一什么好处呢？它少了这根针的作为中间的媒介，可以更加直接的来调动气血。我看那个电视剧不有那个葵花点穴手吗？这挺神奇的。我没点过，但我今天想试一下。不是，你说那点穴和它这个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你说的那个是啪一点，当定住了。这个点穴不行吗？这个不行。有没有什么穴点住之后可以马上定住这种？有没有这种？这个可能在某些功夫里面是有的，在咱们这个医学上是没有。对，医学上的力度是要一个循序一点一点的渗透的一个力量。就是点穴呢，它可以治疗就是咱们许多的常见疾病，大多都可以得到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。立竿见影，哎，立竿见影可以的。太好了，那我觉得咱得试试。这样啊，咱先来说呢最常见的疾病，高血压。来，现场观众，谁血压比较高，请举手。来，我们把那位阿姨请上来。来，阿姨，吃降压药了吗？吃了，吃了哈。180-110。高压现在是180，低压现在是110。现在给您点穴降一下压，您看行吗？可以，咱试试。可以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来，阿姨到前面来。哦，会很痛苦吗？这个治疗？对，它会比较胀。哦，哎，会比较胀。阿姨，您要受不了就喊啊。好，好，现在开始了啊。哎，放松，咱们不要紧张。哎，能说话吗？这过程中？不能说话。不能说话，好。对对对。哎，慢慢头胀吗？胀，有点胀去了哈。哎，好嘞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这什么感觉呀？还真觉得轻省了。轻不是阿姨，等会儿，你以前认识他吗？不是他托吧？你俩认得吗？真不认得啊，真不认得。就觉得轻松了。嗯，感觉什么疼吗？就是胀，摁的时候发烧有一点疼，哪能说一点都不疼啊？哈，好，那这样您坐回那儿，我来帮你量这个血压。因为他量，我怕他那什么啊！我帮你们量，你们信任我吗？好，来，阿姨，请坐回来。其实我挺会量血压的，我是跟这个胡大一大夫专门学过量血压。低一点了，您自己看到了吧？现在再量的时候，高压已经到150了。180-110。高压已经到150了，神奇吗？这真挺神的。那个，你们想不想知道摁的是哪一个呀？想知道吗？肯定想知道啊。好，刚才这个过程真是挺神的。田大姐，您啥感觉呀？刚才听了半天，现在也看见了哈。哎，名副其实。哎，您教这回您在教了。对，您想学了？想学。行，那这样，田大姐，您到前面来。哎，好。刚才我看您只简单的摁了一下，金老师，就摁了一下，这血压就降下来了。如果我们在家，就像路遥就想，这血压高了怎么办？您能不能赶紧教一个，是哪一个穴位怎么摁的？咱们摁的这个穴位呢叫天柱。天柱啊。对，天柱。中医讲呢，这个头为天，这天柱呢就是，支撑咱们这个头部气血的这么一个穴位，所以非常重要。怎么找这个穴位呢？这个穴位呢，就在咱们后脑勺，咱们这个沿儿上，沿儿最底下，正中间。这沿儿是个什么概念？高的那点，对，就是那高的往低走那坑那儿，凹那就最顶端。对对对，叫对，点完了呢。这时候有一个就是最关键的地方，点进去要往外，往外拨开，扒开。是横着外还是？对，横着外。哦、往外。对，就是这意思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您看对不对啊？比如点进去了，然后点点点点点，然后横着拨开。是这样。是这样吗？对。哦。哎，对，光拨开了还不行，拨开之后，哎，咱们要把它还要送下去，把
把它气血送下去。哦，点点住之后呢，然后拨开，拨开，然后再把气血送下去。对，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 是哦，那这一个过程得多长时间呀？咱们用个每个穴位呢不要太长，一般呢半分钟到一分钟就可以了。金老师，这个劲儿要使得大，自己这个像刚才那个王芳说了一个，就是要一个感觉，这感觉是什么呢？酸麻胀，要得气的感觉，它才能有效果。我得这样，酸麻胀，对，不在乎你的力气有多大，这阿姨要感觉。刚才不给你按过了吗？我给你按，你看我这劲儿行不行啊？您这个劲儿比他差远了。啊？刚才他给我按的都已经真是酸麻胀，从上一直到脚底下都是酸麻胀。不可能吧？我这劲儿还不行啊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一二。也行，也起点作用，起作用了，也麻下来了，谢谢您啊，也麻下来了，上来有一点是吗？起作用了，起作用了。但是我觉得您刚才根本没用我这么大劲儿啊。这个力气呢，也是长时间的在临床中磨练出来。我手上没这么多劲儿，我在家里边又想给老人按一按，我用什么可以替代呢？比如说我用这骨关节行不行？可以啊，咱们用骨关节，或者您有那个高椅背儿。那咱们先教骨关节。骨关节呢，咱们可以用这个小拇指。小拇指，小拇指的，那自己肯定是够呛了。像自己的关节，您看用哪个舒服都可以，食指啊，食指可能对，食指也可以，方便一点，这个是吧？食指也可以，用食指一按，立刻酸麻胀痛。食指可以，可以可以。但刚才我觉得您说了一个特别好，用椅背，用我们这样的椅子可以吗？这个挺好，这个挺好的，高的椅背。好，那把我这个椅子搬过来，您教他怎么弄。这个咱们同样。因为呢，它这个穴位正好是在那个筋上，所以您把您这个筋搁在椅背这个头上，然后使点劲儿往后压，压住了，然后往一侧去压，可以动一下，这可以动一下，就跟揉的效果一样。用天柱穴治疗高血压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作用。天柱穴在两个枕骨下面的大筋里边，可替代的方法是手上的骨关节或者椅子背。注意事项。治疗高血压时要按进去向外拨再顺下来，保健时揉揉即可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第二个病症是什么。头疼。这头疼分为很多种吧？头疼有很多种，像偏头疼、前头疼、后头痛，这是大家经常会得的。偏头疼的感觉就是一半头疼是吗？对，一半头疼。那通常呢，像一些情绪啊，受情绪影响，着急、生气、焦虑，还有呢，像风寒啊，像咱们头着风了、受风了。我们现场有观众有偏头疼的情况吗？来，这位大姐吧，您来一下。大姐，您多大年龄了？62周岁。那我应该管您叫阿姨了。这阿姨有过头疼的经历？我这偏头疼得有20来年了。哦，我这三大神经疼，我这是，就是这个眼眶子、眼珠子跟这半拉头，就这块。经常疼吗？反正哪天都得犯2回。这头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？睡不着觉。像他说他这个偏头疼的情况，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穴位来缓解呢？对，他也可以有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。这个方法呢，咱们点一个穴位，这个穴位呢叫风池穴。好，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。这是风池穴，风池穴，这不跟刚才那差不多吗？对，位置其实非常近。这两根大筋的外侧，这个小坑里边，枕骨后边的小坑里边，就是这个风池穴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筋上就是天柱穴。天柱穴。那筋外面就风池。筋外边的小坑里边。哦，筋外面还在小坑里边。对对对。来点点，您能承受吗？估计。问题不大。问题不大。我身体还行吧。是吧？那咱试试啊。咱们试一下。好，点风池穴。来，稍低头，这些胀哈，有点胀。能承受吗？能。您是不是觉得多按会儿才好呢？对。对。按的时候也是直接按，然后要拨开吗？这个是，如果没有高血压的话，像通常的偏头痛，咱们呢就是，按进去，然后点上来，就
都点上了。对，这个时候他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这半个头都是胀的。嗯。但是呢，那个这个阿姨有高血压，咱不能做这，就是让他有这么强烈的感觉。哦。哎，对，所以呢，就是让他有些感觉。所以阿姨下次要是再偏头疼的时候，你就照着那个儿子那儿说，给我找风池穴，然后先给我按着，再不舒服到医院请医生给你按风池穴。您记住了吗？好好好。好吧，来，谢谢这位阿姨，谢谢。头疼按风池穴，其实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经常原来说扣风池啊什么的，也知道这风池穴对头疼有好处，但具体为什么能给我们讲一下吗？嗯。风池呢，咱们字面上就能看到，顾名思义，嗯，它池，它其实像一个池子一样，啊，它是在小坑里边，嗯，风呢，它是一个概括，中医讲叫风为百病之长，嗯，就是你所有的病症，包括风寒暑湿燥火，嗯，都能由风来载体，啊，它到哪儿啊？到这儿，有时候经常就不动了。这时候呢，就能引起咱们的像偏头疼啊，还有其他一些不适啊，头晕恶心等等这些问题。嗯，这个时候咱们把这个风池里边的这些邪气给它卸掉，就先给它按按按，然后卸掉了，哎，卸掉了，嗯，卸掉了，他们邪气呢不在头上了，嗯，它自然就感觉到舒服了。所以偏头疼的时候，我们要按风池，对吗？要，对，要按风池。用风池穴治疗偏头痛，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作用。风池穴的位置在枕骨下面的大筋外侧的小坑里边，按进去再点上来即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高血压患者不宜用力过猛，要轻按。咱们一般前后头疼是指什么样的呀？前头疼呢，像比较常见的，像咱们出去刚洗完澡洗完头出去着凉了，嗯，哎，这脑门先见风，这时候经常会容易偏头疼。前头疼，哦，前头疼，哎，对，我现在好像就是前头疼，前头疼，对，还有思虑过度，睡了一会儿，哎，一开门然后就开始头疼，是这样，嗯，那后头疼呢？后头疼呢是指就是这一块，咱们枕骨这一块，它有一种后脑勺疼，哎，隐约约的疼，这种疼呢通常是虚症，气血不足，嗯，哎，您是哪个疼啊，陆瑶？我是太阳穴堵的慌，两个懵，太阳穴堵，那还属于前头疼。嗯，属于前头疼，哎，现在就在懵吗？有点，一点点，有点，哎，对呀，啊。那像他这个现在能立竿见影吗？可以啊，真可以啊！啊，来，陆瑶到前面来，啊。嗯，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？简单说一下可以吗？嗯，因为我这两天没怎么睡好觉，睡了几个小时嘛，嗯，然后就有点像微微喝了酒那感觉，有点晕的，也就是整个要喝又上酒上头那个感觉，哦，酒上头。酒上头的感觉，它这属于是头疼的一种。对，属于头疼的一种。它呢，就是长时间的睡不好觉，嗯，导致呢就是头上的气血供应不足。嗯，哎，中医讲叫气阳不升。嗯。哎，这时候。它这怎么办呢？我帮你弄起来啊。哎，嗯。嗯。好，叫什么穴？风府穴。风府穴在哪儿？哦，我们看到了。哎。正中间。正中间。对，就是刚才天柱的那个正中间，那就是那大坑里呗。对，大坑里边。哦，嗯，这个来按这个穴位就可以是吗？对。嗯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嗯，他按得很疼的。太好了，赶紧按吧。太好了，来试试，看有没有，他现在很不舒服，有没有立竿见影。哎呦，太想知道啥感觉了呀！这是，反正你肯定忍受不了，那劲儿相当大了，劲儿一般人肯定不能。劲儿很大，很大很大，很疼吗？疼啊，很疼。但是，但不是说不能忍受的那个疼，反正就是我们力度达不到这样。力度达不到，但你现在感觉头舒服点了吗？哎，真的好了，哎，真像睡了一小觉那感觉，清凉多了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嗯，这个穴位风府穴，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啊。风府穴就是在那，其实就那大坑里那个穴位，对吗，金老师？对，就是那个中间那个坑儿。
哎，很好找。找到以后怎么按呢？后脑勺正中间那个坑。按呢也是，咱们可以用自己的关节儿，啊。关节儿。关节儿。揉一揉啊。哎，顶进去。这时候大家有这个酸麻胀的这感觉，就说明哎有效果了。你跟我说一下多大的劲儿就算有酸麻胀的感觉了呢？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。这个呢因而异。哎，老师您轻点啊，手下留情啊。这放心。别再给我按没了，哎、中国又少一主持人。哎。您放心，哎，他这个稍微低点头，对。哎，这就有了。好，好，啊、是吧？好了。哎，还不是很疼，有点胀，对吧？哎，有点酸酸胀胀的感觉。哎呦我天哪、啊、其实要把气血调动起来还要更大的力量啊、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力量啊，这个力量大概就是得我感觉啊就是得对就这样的一个力量。我说我这声音有点不好、啊、我说现在好像里面有一根棍支着我。这老师我还请教一下啊，这个时间它有限制吗？嗯，时间啊，自己它的力度你知道多长时间？自己力度不行。是不是自己力度还差一点？对，您自己呢，这个穴位要点，如果点去的话，有着酸麻胀的感觉，咱们就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两分钟左右，那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脑袋有点不舒服、有点沉、有点晕，不一定非得到疼的时候，对，都可以按一下这个风府穴，对吗？对，按一下。哎，我觉得这也挺好的。你别说这按完之后吧，我咋觉得我一下像睡醒了一样？好，谢谢。用风府穴治疗前头痛和后头痛，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作用。风府穴位于后脑勺中间的坑里，我们可以用手指的骨关节来按，按两分钟左右即可。平时保健可以用梳子梳后脑，这样风池穴、风府穴、天柱穴都可以梳到，每次50下。高血压患者要正梳50下，倒梳50下，每天2到3次。我们今天说的常见病症就是颈椎病了。我们如果从这个症状上来说，有的人我觉得他是这么动不舒服，对，有的人是这么动不舒服，对，我不能抬头或者不能低头的，算是前后受限型，对，前后受限，可以这样分是吧？对，如果我左右不能回头的，算左右受限型吗？对，但功能上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哈。那么这个前后受限型和左右受限型，基本上治疗的时候应该是不一样的吧？对，他用的穴位啊，以及所用的经络啊，是不太一样的。那咱们先讲哪一个呢？咱们先说这个上下，就是前后。那这样的颈椎病，一般来说我们怎么治疗呢？我告诉大家一个穴位，这个穴位呢叫后溪，它是在手的后面。为什么这个后溪穴可以治疗颈椎的疾病呢？我觉得想不到。因为它跟这个督脉相交集，督脉呢就是咱们后边整个这个脊椎，哎，整个后侧，咱们所谓、就是我这根线是吧？哎，对，正中线，督脉。那您这个穴位呢，和这个是相交界的，相通的，对，相通的。是，然后呢？激发这儿的它的精气呢，就能把这个手太阳小肠经上的阳气，带到咱们后边这个颈部。这离那么远，我觉得不太可能啊。正因为它远，它是精气所出的位置，所出的位置，所以它最多，而且力量最强。那既然这个后溪穴这么重要，现场的观众有人这个前后有点问题的吗？有是吧？姐，您有这问题啊？您是低头低不了，还是扬头扬不了？扬往上扬着费劲。您试试，我看您能扬到什么程度？就这样，这后头就疼了，有点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好几年了。好几年了。刚才老师说按这个手上一穴位，你信吗？要我不信，只能说尝试尝试，不能说信不信。是吗？那个要按完以后真能抬头了，您请得请我们吃顿饭啊，请你吃大餐。来吧，掌声有请。这里呢，我们拿了一个半圆仪，好，你试一下啊，姐。这样开始酸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酸多少度？酸疼哈？多，可能大概是能到60吗？50多吧。50多，55度。55度左右。好，我们看看一会儿治疗过之后能不能有一些好转哈。给我一个手，哎，手放松，哎，再放松，对，胀了吗？手？酸胀。酸胀哈？酸胀。哎，好嘞。
好，上下动一下头，上下。哎，继续，下，往下，哎，继续，继续上下，继续上下动，对，因为它这个比较重，咱们要时间稍微长一点。尽力往后，没事，往后，哎，对，往后仰，哎，好的。哎呀，来，到现在到这位置开始酸。哎，对，好，那再往前，哎，再来一次。哎，脖子后边发热哈。对。哎。85度了，各位。可能大概是，能到60吗？50多吧。50多，55度。55度左右。85度了，各位。能告诉我一下什么感觉吗？现在这儿后头热乎乎的。热乎乎的，对。他阳气上来了。阳气上来了。吊上来了。不，你自己感觉这个往后这个仰头的时候，真的就仰好了吗？对对对，仰到那种极特别。这现在再往后，这时候才开始有点酸疼，比刚才都轻了。是这样的。对。哎呀，这一个穴位这么厉害啊！怎么样，回去准备按吗？晚上请你吃饭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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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发现现在很多我们的观众都在看手呢，肯定想这么神奇，我得赶紧找一下后溪穴。对，后溪就是咱们手后边，哎，这个正中线这儿，哎，有个小骨头，咱往上摸，有个小骨头。对。哎，小骨头再往上，这是小骨头这个位置，不要摸到腕的这个小骨头。哎，这是，哎，掌骨，哎，掌骨上面的小骨头。哎，然后在那个上边一点儿，哎，就是后溪穴了。你要按上去，有些酸酸麻麻的感觉，那就对了。这一般要按几次一天？按多长时间？多大力度？力度呢，还是以这个酸麻胀，为准就可以了。您可以这样，哎，对，各一个。在桌角上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，教给大家。各一个，没事各一个，然后活动活动头，那效果就很好。一般这个一次弄多长时间呀？一次呢，时间不要太长，大概呢。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大家，像您在路上走啊，什么没有桌子是吧？您这样按呢，也挺不对劲儿的。对呀。咱可以教一个方法，公园里啊，或走路的时候啊，就可以。咱们敲，哎，对，这叫敲后溪。啊。哎。就是敲准敲是吗？对，对准了敲。这个呢，手上可以使点劲儿，绷上劲儿。哎，绷上劲儿。哎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试试。哎，对。敲上有那么3分钟左右，就能感觉到后边先发热了。哎，这个方法很轻松啊！啊，对，这随便就是敲一会儿，后边就会有发热。对对对，对呀、啊，而且我怎么觉得敲敲的我这脖子真的灵活了呀？好，我就一般敲3分钟是吧？对，这方法非常好。这个左右受限一般也是颈椎病的一个常见的病症，对吗？对，常见病症。它为什么呢？就是颈椎病呢，像尤其像压迫了神经根，它往往呢会带动这两侧肌肉的僵硬，硬的这一侧呢自然就痉挛紧绷，哎，这样它往这个方向另反方向就会受限，哎，这样咱们有一个穴位呢，就是专门来对付它的，这个穴位呢跟刚才那穴位离得很近，这个就是腕骨穴，这个腕骨在哪儿呢？就是在这个。小骨头的正上方，哎，小骨头就是你掐在小骨头上沿上，那就是腕骨了。来看看谁属于左右受限型的，来，咱们一起先往左看，尽量看看后面的东西。好，往右看，有人感觉自己属于左右有点不舒服的吗？有，还真有哈。那道阿姨，道道阿姨，您来一下好吗？阿姨你好，这个现在的状态是左右很难拧的。对。您能看到专家在哪里吗？这么着看行，能余光能看见。您这叫斜眼。就是。您相信按一个什么的穴位就可以让你头动了吗？我不相信。那咱这样，咱这耳听为虚，自己感受为实，好吗？好啊，没按的时候您先试一下。哦，您的基本动不了，就这样了。行，那我好，我们开始按啊、哎，开始按了。我估计这没按的时候就10度，能10度就不错。手有胀了吗？哎，手放松，胀，胳膊放松，别使劲儿。哎，我拿着你的手呢。
哎，胀了哈。好嘞，来头左右动一下。另一侧。和另一侧动动。哎，对，你就是左右摇头看。看我。左右。继续。哎，你放松一些，放松一些。哎，胳膊别绷劲儿。哎，动。非常好啊。哎，继续，继续。哎，手再放松一点。往另一侧转，往我这儿看。哎，对，就左右的去转动。哎呀，哎，有进步啊，阿姨。哎，左右的转动。自己感觉呢？感觉挺好的。感觉挺好的。哎、来，阿姨 ，hello hello， 你往这儿看。哎，再来，再来，加油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一点，哎、来一点，好，哎，哎，来，咱们另一侧。另一侧，哎、来，哎，嗯，哎，一侧呢精气有限，嗯，哎，两只手的精气都要掉。好，来，转，来，阿姨，转头。Hello， Hello， Hello， 哎，你好。啊，也有人喊太神了哈，来，往这边看，这儿，这儿，转头继续。哎，很好。好。来，再往我这儿看。对，努力转头。你快看，王璐瑶，大明星，大美女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哎，看到了。哎、嗯，阿姨，你觉得有变化吗？有。变化在哪里？只要这么着能看得挺远的了。啊、嗯。哎。我现在真不敢动。嘿，真有效果，谢谢，谢谢这位。谢谢。那这个万古穴按的过程中，是不是也跟那后溪穴一样，也是每天要按多长时间这样？对，一样的。它呢也是用来调动咱们这个精气，啊、精气让它上这个脖子。嗯。啊，所以平时呢没事就可以硌一硌它，像桌角啊硌一硌它，还有刚才说这个敲，嗯，这个也是用，啊，咱们也可以敲这万古。你正着敲不就敲后溪吗？是吧？嗯。侧过来一点儿，那就是万古了。用万古穴治疗颈椎左右活动受限，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作用。万古穴在小骨头的顶端的缝里，力度感到酸麻胀即可。可以用桌角替代，或者两手掌心朝上握拳对敲万古穴。其实刚才呢，我们说了这个高血压和头疼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还会说一种病症，我们来看是什么呢？鼻炎，我其实也是一个患了鼻炎很多年的人啊。我是那种早上起来打喷嚏，我每天早上起来吧，我先坐着等着打喷嚏，要不打吧，我就出不了门，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没干，然后坐那儿啊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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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自己打30多个，行了，打好了，然后就开始上班，每天都是这样，然后也去医院查过，就是鼻炎。嗯，这个通过按摩穴位可以解决吗？这个穴位呢，如果像咱们鼻炎比较轻的，它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。嗯。啊、像平时呢，咱们揉一揉也能起到一个预防作用。这位女士，您的鼻炎到严重到什么程度？就是一感冒的时候就引起、嗯，然后好长时间都不好。什么感觉呀？就老觉得有鼻涕。啊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其实通过一些穴位的按摩，起码可以缓解，你愿意吗？立竿见影的。来，掌声欢迎。多大年龄？34岁。34岁了哦，现在感觉是鼻子有点不通气是吗？嗯，不是不通气，就是塞。囔着。我觉得你说话有点囔着。是，就是老这样。您有立竿见影的方法？来，咱们试试看。来，咱试试看哈。好。准备好了吗你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哈。嗯。如果平时呢，咱们保健。咱们揉这个穴位就行了，这个穴位叫迎香。这个，反正就是鼻沟这儿呗。金老师哪侧啊？两侧都有，一边一个。对对对。哦好，迎香穴啊。啊。好，我们来按这个穴位，对吗？对，这个穴位呢，咱们平时保健啊，就揉一揉，它呢就能够起到预防鼻炎的作用。但是如果治疗的话，咱们加一个穴位。刚才也讲到了，就是风池穴。哦。哎，
先按风池是吗？啊、要一起，要对点。嗯，哎，看这只手呢，咱们点这个。这是别人给他治，自己可来不了。这是妈妈是吗？哎，这妈妈着急了，别给我姑娘按坏了。哎、放心，这只手呢，哎，揉这个风池，那、哎、先揉一下，哎，还很胀哈，哎，哎，这个力度进去了。这妈妈急死了。哎。啥感觉呀？感觉鼻子酸酸的。嗯。还能出气儿吗？比刚才好多了。真好多了呀！刚才你妈急的。刚才鼻子里好像有鼻涕，现在好像没有了。老觉得有鼻涕，现在好像没有了。啊，合着你的鼻涕飞了。哦，那主要就是后面的风池穴和这个迎香穴，对吗？对，对点。就是如果我自己就是轻微的鼻炎。那我每天就可以按这个，对吗？对，按这个就行。田大姐，您那么按把鼻子按下来了。这个要按多久啊？这个按这个穴啊，也是要按两分钟，但是呢，也要达到一个酸麻胀，这个感觉才会有效果。哦，是这儿要酸还是这儿要酸还是一块儿？哦，这儿。对，咱们自己按的话，这儿就可以了。可是自己按这儿和这儿同时会比较难一点。同时可以这样，哎，咱们一只手这么去点这个穴位，一只手去点后边啊。对，对点。用迎香穴治疗鼻炎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作用。迎香穴位于人体的面部，在鼻翼两旁鼻唇沟中。方法是迎香穴与风池穴对点，保健只需按迎香穴两分钟即可。肩周炎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，对吗？是这样。我们过去呢称它为五十肩。五十肩，好像感觉五十岁才得。不是，肩周炎的原因有很多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很多。那这个年龄也是一个原因了。是。嗯，因为年龄呢，人到五十岁左右，尤其是肝肾的气血就亏虚了。这体现在什么呢？就是关节上。嗯。啊，尤其是肩。一到这个时候，很容易得这个肩周炎。肩周炎，对。那肩周炎你也是有这个穴位可以治疗的，对吗？对 对, 对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是哪一个穴位？天宗穴。这个穴位为什么叫天宗穴呀？啊，嗯，就是古代嘛，他把这个位置啊都分天地人三才。嗯。啊，这天部呢，就是大概以人的这个三部来分了啊，三等分。三等分呢，在最上面这一块大概就胸以上了啊，就是咱们人的天，人的天，人的天，天宗呢，咱们所说就是他的根本啊，他的祖宗，他的根本，对，所以他的气呢，在这儿是凝聚的最多的。哦，天宗穴是，在临床中你也有过这样的案例，就是按天宗穴治好了这个肩周炎，也是立竿见影的，也是有一个，大姐她呢，今年。哎，差不多也是五十左右，差不多五十左右。他以前呢，一直在那个空调房里边工作，工作了二十多年，所以这肩呢，到后来什么程度了呢？二十年之前他就有感觉肩的不舒服，到后来呢，扫地就是拿笤帚去做这个动作都不行，这个肩膀根本就不行了，根本就不能使劲儿了，所以您就给他按了这个天宗穴。他既然就是动都动不了，哎，点这个天宗之后，他。哎，一下就抬起胳膊来了，当时呢也是特别的高兴，经过几次的治疗，因为它时间非常长的，几十年的这个肩周炎，现在基本上是痊愈了。我们问一下现场的观众，自己认为可能有肩周炎的或肩膀老不舒服的，请举手。这位大姐是这样的哈，来，那你请到这里来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您这个什么问题啊？我是肩周炎。到医院确诊过吗？我不好意思去，为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肩周炎是很丢人的病吗？大姐，不会有人认为你是偷东西偷多了所以肩周炎。不爱上医院去瞧你。那您看看，抬抬手，我们看有受限吗？这个倒没事，就这边厉害，特别就这边疼，是边这边。哦，你根本抬不起来是吧？他这有办法吗？啊，就是刚才说那个天宗穴啊，点完。您觉得他这会有效果吗？会。我们拿一个板儿给他记录一下，好不好？来来，大姐抬手，抬手，抬。身子歪了。身子歪了就不算了。正直。大姐站直，站直。正直。继续，再来。能抬到90度吗？试试，加油加油。
哎，好好，现在是90度，就是身子歪一点的情况之下，最多90度。最多九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按这个天中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哎，这有点酸哈。嗯。哎，好嘞。哎呦哎呦。好，往起抬，咱们往起抬。哎。哎呦。行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哎，然后稍微活动一下就行，哎。哎呦。对。出汗了，出汗了。对，这就是治病，没关系。对，他这个很舒服的，因为他这比较重。哎呀，哎，咱放松。手还麻吗？麻好一点了哈、啊，好一点，好。哎，没那麻了哈。这个嗯、对对。哎，没刚才那麻了，对吧？疼走直出汗。哎，这就是疼，因为有寒气儿。啊，对是。哎。哎呦呦，受不了了。哎。哎很酸哈。哎，不行了！哎，哎呦，吃中午饭了吗？哎、吃了，吃了哈，哎，吃了就没事儿，吃了就没事儿，哎，哎呀，行。这阿姨闭着眼睛基本不行了，哎，太疼了啊对！阿姨说全身都湿透了，对。来，阿姨，行，别着急，试试您的胳膊，哎，试试，嗯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你先试试，没问题。没事儿，就往起抬。没事儿，嗯。哎，从前面往起抬。哎、行，这回好多了。哎，好多，哎，更高了，再往高一点，再往轻高一点，轻松了，这个。再往起起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往起起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起起。哎呦，哎呦，不酸了我。不酸了。啊，我不敢抬那会儿，特别就这边疼，那边这边。哦，你根本抬不起来是吧？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哇，这效果太神了！来，我们再次感谢一下这位阿姨，谢谢这位医生哈、啊，谢谢、啊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像肩周炎这样的疾病，完全可以通过按穴位，对，来治疗的。对。嗯、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找一下这个穴位哈。对。来，谭晨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啊。是。可以。我来帮你找一下，是。用手指，手指搭肩。手指。对，到中间一点，在中线。哎，对，就这个位置。肩的中线，这个往下来，哎，到了啊，在骨头板上是这样吗？再往上一点，这个要搭住，那个、对，骨头板上，对，棱上面应该是，哦，这个位置啊，对，哦，是这样啊，大家注意搭肩以后，手搭肩上以后，不是是横的，这大拇指不是说在这儿，是在这儿。明白我意思了吗？在下面这儿。好，您来再找一下，我来画一下。啊、手呢搁在肩部，然后不要太靠里。搭住之后呢，咱们这个大拇指，看就这个关节，这俩关节搭这个肩。嗯。搭住之后，大拇指往下一来，那就是穴位。很酸的，他这是。啥感觉，谭晨？老师，我欠您钱了吧？真的很，就是。很酸是吧？对，很酸很酸。但是这个位置自己通常都按不了吧？这个地方怎么按、啊？最难受了。是，但很难受，确实是。瘦人能弄到吗？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很难受。这个位置大概是，看到了吗？对。就长了一痣啊，就这地儿哈。位置找到了吗，各位？大概知道了哈，大概知道了。来，谢谢谭晨，谢谢。如果要是想给别人摁的话，就是您不是说那个手搭到这儿，然后往下吗？对。然后那个垂直基本上是吧？对。但是每个人的手的大小不一样，如果说要是有偏差的话，这个他如果触碰到这个穴位，会不会按坏了？它是一个什么感觉才是正儿八经找到了这个穴位？它中间呢是一个坑，咱要摸到啊，它是骨头上面的坑，那个肩胛骨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凹陷。嗯。啊。所以呢，咱们如果你要摸在一块高级的骨头上，那肯定错了。然后已经有了肩周炎的呢，咱们不能说是，哎，随弯就弯了，啊，就不动它了，嗯，那也不行。然后经常呢做一些适当的锻炼，嗯，啊，也可以像吊吊单杠啊，吊吊门头啊，嗯，啊，都可以。可是这个天中穴，我觉着要是我们自己在家按摩根本按不上怎么办呀？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法呀？有，这是教大家一个方法。叫打八斜，打八斜，哎，对，嗯，打八斜呢，然后大家把这个双手打开，哎，对，然后五指交叉，哎，其实只能交叉到四个手指啊，嗯，啊，然后咱们手上用力，用上力，然后去打，哎，哦，这样啊，哎，对，起什么作用？对，
这是其中的三型。哦。嗯。哎，这简单。嗯。对，很简单。嗯，三鞋，然后呢？还有两鞋呢，在这儿，啊。哦，这儿。虎口相对。虎口相对。嗯。然后也是两手用力，去打。手上要用上劲儿。哦。哎，要绷上劲儿。他为什么要打八鞋呢？咱不说嘛，肩周炎又叫什么呀？叫寒凝肩。哦。啊，它必然呢都跟这寒气儿有些关系。嗯。八鞋呢，它就能去这个风寒。这是三鞋，哎，这是两鞋，还有吗？这就是八鞋了吗？啊，哦，两只手就是八鞋。哦，对。这哦三六，一只手六啊，哦，然后八啊，哦，明白了，两只手八鞋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下，咱们先做这个指四指的好不好？好，预备走。好，非常好啊。好，我们来试一试，再我们来做这个大拇指的虎口好吗？开始。好，这是一个治疗和预防肩周炎非常好的方法，学会了吗，田阿姨？学会了，认认真真的学，这机会多难得呀。对呀，啊，您觉得您的手打了喝凉水都长肉，有了病以后不要吃药，吃药多盖棉被。中医本身就是调理、保护或者激发人的生命力。啪就拍了我一下，你不怕冷啊？我们去了以后，没两天我们就感冒了。要知道这个现象。明晚18点，广东卫视《健康来了》，国内首届中医硕士李志仲教授为您解读中医养生。